说。你若不肯回严府，我让宝宝今晚陪你回潜府住吧。二叔，不，严大人，你一定要保护好宝宝。你这是何苦呢？非要让玉玉误会你？玉玉她对我太好了，是在我追着她让我嫁入严府之前想象不到的好。她信我，包容我，宠着我。可是二叔，这次我真的没有办法对付真帝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宝宝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大人，我知道大姐夫是因为我大姐才遭此横祸，我担心你也会被我们钱家连累。你说什么傻话？我们和离吧。锦锦，阿叔，怎么是你啊？不是我还能是谁？这么说，昨天晚上你也是在这睡的？我跟你一样。什么一样？我跟你一样，被合离。啊！二叔，我也没看见二婶啊，你看到金金了吗？我也没看见。二位是要买花吗？买，请随我来。你们花铺的钱老板今日没来铺子里啊？对，还有你们花铺的四姑娘呢。二位到底要买什么花？我们买什么花？日月星河。阿鹏，我们要来很多日月星河。小店的日月星河已经停售了。姑爷，大人，你们二位还是到别处去看看吧。你怎么认出我们的？大小姐交代过，
这几日啊，要是有奇怪的人来铺子里，就把他们怎么样？别关门！二叔，你说咱俩是怎么回事？同一天成亲，同一天被和离。我跟你不一样，你的和离比我早两天。更何况我还没有答应你二婶和离呢。那我也没答应啊。各位，今天我们甄公子高兴，在场的所有酒水我们甄公子买单，快谢谢甄公子，还请各位来我们甄记花铺捧场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吃好喝好酒我买单啊！谢谢甄公子。小二，哎，来来，哟，甄公子您来了，今天需要点什么？好吃好喝招待着，今儿小爷我高兴啊，去吧。好嘞，您稍等。哎呀，好事一桩！你说这钱金金把钱记花铺经营的这么好有什么用啊？来来回回跟我较劲什么用？这到头来还不是推着皇上给我让道的？我告诉你啊，像钱金金这种女人啊，她一旦嫁了人，跟普通女子没有区别，是不是？那还得感情的事，对不对啊？你去哪里？二叔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这一桩桩的簪花宴、日月星河、金金跟我和离，全都是真帝搞的鬼。我是知道。钱晶晶是为了救你才跟你和离，上点好的行不行？我找他算账去，坐下。你的菜，哎呀，你怎么找他算账？簪花宴、日月星河，都是因为钱晶晶被他抓住了把柄，但是一次次都是他搞了鬼，你怎么才能知道他不会再伤害晶晶？那你现在去找他又能做什么？难不成打他一顿？碧池月如钩，紫禁泪也更朱厚。相遇谈何易，相爱。啊！别打脸！走！谁呀？哪儿来的这么大的箱子啊？当当当当！你再举高一点，就是我。严耀玉，你在搞什么？晶晶，我知道你跟我合力，只是想让我置身事外，想保护我。可是我根本就不在意。晶晶，你听我说完，晶晶。这样赖在我们铺子里好吗？你给我起来！我不，我累了，我起不来。你再不起来，别怪我动手。不管你动手动脚还是动嘴，反正我是你的人，你要怎么动我都行。来吧。干嘛？好奇怪啊！你赶紧动啊！我严耀玉不是你想成亲就成亲，想和离就可以和离的人。你这样，我们花铺怎么做生意啊？你店铺里所有花，我全都买了。青青，
叫人把所有的花都送到严府去。好嘞，大小姐。你起不起来？我绝不。你要是不跟我回严府，我就赖在这不走了。好，伙计，在。锦锦，他爱我，他不爱我，不爱。他爱我，他不爱我。阿叔，我被锦锦轰出来了，你呢？我觉得，在你二婶的心里，你夫人比我重要。我也觉得在锦锦心里，二婶比我更重要。玉玉，二叔子，二叔，宝宝，你怎么会来找我？是不是真帝又去前府找你们麻烦了？我发现怎么了？我在前府很思念大人，就来找你了。我想了很久，想通了，我不能跟大人和离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要在一起，我们一起承担，好吗？好，我们回家。阿叔，他爱我，他不爱我。现在晶晶正忙，我一定要对晶晶更好一点，这样晶晶才会像二婶一样回心转意。你怎么了？脸这么红。你是不是在花瓣里放了春风来？我才没有那么无耻，我是看花瓣不够，特意去画不摘的新鲜的花，那些是春风来。晶晶，我是真的不知道那些花是春风来，我这就给你拿水去。你。趁人之危，这 baby， 姐姐，你放心，这种事我有经验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向你求亲。这是胭脂铺的所有收入，还有大奶奶、二奶奶、三奶奶。还有二叔二婶一起凑的聘礼，要是再不够的话，我去把我爹的私房钱也挖出来。我不缺你这些钱财。
我都已经听二婶说了。不过我明天。大姐不好了，大姐不好了，怎么了？大姐夫被人掳到东郊树林了。你可别帮着他哄我了，他被掳走了，严大人不担心，还用得着你来找我？大人已经派人去救大姐夫了，我怕是真谛。真谛，啊，颜良玉。我现在去找他，金金。没有真谛。没有。没有真谛。颜小玉，你是觉得我每天很闲，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你玩是吗？金金金，我没有在逗你玩，我很认真的在跟你说，我娶你之前，向你要过六月飞雪。你现在想不想看一看八月的流萤？给我六月飞雪，我送你八月流萤。颜耀玉，我的六月飞雪是假的。秦姐姐，我的八月流萤是真的。颜耀玉，我是一个做每一桩生意都在计算盈亏、比较得失、权衡利弊的人，出现问题及时止损是我的人生信条。但是遇见你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我开始自大的以为我可以处理好所有的问题，可结果呢？日月星河给你带来的是牢狱之灾。我们不是不能在一起，只是我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没有完成。我不知道什么声音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及时止损，我只知道我不想错过眼前这个人。你可不可以不要放弃我？
想再娶你一次。不管是你嫁到严家，或者是我入赘到钱家，都可以。不管是明天、后天，还是再后天，我都可以等你。我不着急。幸好是莫问来由，相知月星河，青山海阔，江湖日落，如你眼眸静默，晚风轻拂过，吹一夜花落，剪一朵赠你今天真的可以吗？不行，我还是把门锁了吧，不然我爹又要来借钱。哎，门已经锁好了，而且爹今天和三位奶奶打马吊，赢了很多钱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二叔，把二婶带走，不然二婶待会儿又过来找你。宝宝不会来的，全严府上下都已经歇息了。每次都这样，我再去检查一下。我跟青青说过了，今日就算花铺被砸了，也不要来打扰我们。现在你放心了吧？惊鸿一瞥，恰如无风拂面，花飞丝线，妆如你眉眼，无情人却似有情，月下共婵娟，淹没胭脂妆成你拖延，西厢红尘不足无心切切，假戏真做出演，啼笑姻缘望长。青青，我现在可以把和离书撕了吗？撕吧。你帮我带吧。这根金钗不是你母亲送给你的吗？特别珍贵。母亲给了我这根金钗，给了宝宝富贵锁，交代我们这两样东西很重要，让我们好好保管，不要交由他人。可你是我夫君，不是旁人。嗯嗯。青青，我来帮你擦胭脂吧。嗯。
大姐。哎，阿婶，麻烦你让一下。还会给你们带来新的声音，等着。大姐，母亲生前有跟你说过怎么样打开富贵锁吗？如果说我们拿到了经商秘籍，再加上大姐夫的流影满天，我们的花铺应该很快就能重振旗鼓了。母亲在世之时说过要保存好富贵锁，不能留与他人。至于怎么打开，我还真不知道。钱老板，我们想买花期久一些的花，最好能维持一个月，有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流影满天。少爷，嗯，我让你盯着钱记花铺的一举一动，怎么样？他们今天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吗？富贵锁，我若是得到了此锁，哼，店铺的新品种，流影满天，看一看。流影满天，店铺的新品种，流影满天，看一看。流影满天，流影满天，看一看。二叔，把手给我干嘛？大街上扳手腕了，那你要做什么？看一看钱记花铺新品种流影满天，钱记花铺新品种流影满天。阿叔，谢谢。钱记花铺新品种流影满天，流影满天。宝宝，你说这个插花是二叔想出来的？是呀，有一日早上他非要给我戴簪子，可是挑了好些时候都没有挑出一只来。哎，宝宝，我怎么越看越觉得你的脑袋像一个花盆啊？所以你就想到把不同的花搭配在一起。是啊，我看来咱们店铺的客人他们左右为难，不知道该选哪一种，我就想着不如我们给他们做一个搭配。大姐你看好了，你给取个名字吧。既然是你跟二叔一起想出来的，那就叫奇珍异宝吧。钱记鲜花在手，姻缘马上就有。流影满天，看一看。
当当，这是什么？送给你们的花啊。为什么突然给我们送花呀？不知二位公子明日可有空与我姐妹二人共度七夕呀。三位奶奶，我跟二叔是想问，当初爷爷是怎么跟你们过七夕的？你们给我们这个养花的书做什么呀？哎呀，你们两个打开看看就知道了嘛。哎呀，年轻人什么都不懂。今天有预感，我今天手气特好。还行吧，你这个书包挺要钱的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已经成婚的男子，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的吗？啊，我们要不要打个赌，看看我们是先抱孙子还是先抱曾孙子？可以呀。好啊。孙子，那还是我爹疼我。侄子，来来来，打牌打牌，继续。来来来，继续。年轻人由他们去吧，来来，继续玩牌，继续玩牌。哎，你们说，这小玉玉和颜琪今日七夕。会不会达到花本里的效果？颜琪，我估摸着可以。玉玉嘛，应该不行。年轻人，随他们去吧。继续打牌，来来来，打牌吧。今天是七夕，我跟二叔约好一起去接你跟二婶，为什么他们就能骑马，到我这就成这样？那也没办法啊，谁叫你不会骑马？我会骑马。好，你会。今日我先载你，改日你再载着我，好吧？好。大姐、大姐夫，你们快点儿，要不要超过他们？要。跳！跳！恰如无风拂面，花飞丝线，妆如你眉眼，无情人却似有情，月下共婵娟，研磨胭脂妆沾你唾眼，西上红绳拨作心切切，佳戏正坐出演，啼笑姻缘望长夜，同看一轮弯月，一场流云飞逝，换来我买这个胭脂好不好？好啊。你大姐夫就是卖胭脂的，你为什么要买别家的胭脂？二叔，虽然我不能让您听我的，但是我夫人可以让你夫人听我夫人的，所以还是我夫人最厉害。走吧。好嘞，您慢走。
刚买的，想不想来一块？想。啊，讨厌。啊。哎，晶晶，晶晶，钱晶晶，只要我们拿到富贵锁，我肯定不会输给你。给，谢谢啊，我来教你吧。来，没事没事，瞄准，投。哇！耶，又中了！是不是还可以再挑一个？啊，对，可以呢。那个，这个小子，再来一次，集中注意力哦，投。对呀，投中了。要不要再？要。都是同一天成婚的，怎么差距就这么大？老板，我要这个。哎，好嘞。怎么了？我们四个人要永远永远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少爷，怎么样？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。走。好漂亮的灯笼啊，就在这买的。对啊，晶晶，我去给你买花灯去。晶晶的聘礼应该放在了花圃里。你冷静一点，真帝要的是你二婶的富贵锁，不是这些东西。二婶的富贵锁根本取不下来，我拿什么救晶晶？阿叔，这事你别管了，晶晶是我夫人，我自己会想办法的。钱晶晶是你的夫人，她也是宝宝的姐姐和我的家人，我们一起去救她。大人，大姐夫。找到解开富贵锁的方法了吗？整个潜伏我都里里外外找了一遍，还是没有。真帝三番五次的找华普麻烦，他又是皇后的亲侄子，我们一直没有直接的证据将他治罪。就算把富贵锁取下来给了他，他也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栽赃嫁祸，绑架勒索，这是一个将他数罪并罚的机会。大人，你们带我一起去救大姐吧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大姐从小保护着我长大，任何时候她都会护着我。今天就算是把富贵锁从我的脖子上锯下来，我也一定会去救他的。锯下来？真帝应该是不知道，富贵锁是不能锯下来的，所以我们给他弄一个假的也行。我说你是不是傻呀？我要富贵锁，你把他绑了干嘛呀？还不快去找！真帝，你花这么多心思把我绑来这儿，就是为了一块富贵锁？钱晶晶，你是当我傻吗？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的锁，那里面藏着经商秘籍。经商秘籍？这么扯的流言你也信？我当然信了。你们钱记花圃胭脂铺那一招又一招都是哪儿来的啊？就是从藏在富贵锁里的经商秘籍里学的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
哎，钱晶晶，要不这样，你让他们把富贵锁给我，我放你走，以后咱俩井水不犯河水，好不好？钱记花铺已经败落，跟你真记无法抗衡了，所以你就是不给我呗。钱晶晶，我告诉你，我爹说了，我还不如一个女的，所以我必须跟你斗。我好不容易把你们钱记花铺整垮了，你又弄出来一个什么吉人一宝，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？钱晶晶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把我逼急了，你要把我逼急了，我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富贵所里面不可能有经商秘籍，就算有，他也取不下来。如果有朝一日我取下来了，里边有经商秘籍，钱晶晶，你别再骗我了，行不行？不容易吗？我就是不想让爹看不起我。我做这么多，就是为了让我爹满意。可是我做什么他都不满意，我都当皇上，他还是不满意我。一直逼我，一直逼我，所以没办法，只能逼你。臣弟，干嘛？你不需要让任何人满意，你做你自己就好了。你别说那些没用的。我现在只要富贵锁，你让他们把富贵锁给我行不行？啊，富贵锁！臣弟，我们给你富贵锁。燕琴，你把刀放下，晶晶安全了，富贵锁就是你的。二叔，此话当真？嗯。你可别耍花样，我狠着呢。你要把我逼急了，我狠起来，我吓死你们！把刀放下，先把锁给我。放刀。你先把锁给我。放刀。你别给我来那套，你先给我锁。放刀。别耍花样。放刀，燕琪，我的忍耐力是有限的，你先给我锁。放刀，拿了吧你！你们耍我呀！玉玉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玉玉，哎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玉玉，来人！我是不是杀人了？我是不是杀人了？我没有！玉玉，玉玉，你不会又是的玉玉。姐姐，我本来想与你白头偕老。永不分离，没想到二叔怎么办啊？晶晶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你答应我。晶晶，你别演了。二叔，我还没演完呢。等一下，我刚刚明明看到。这把匕首是我送给宝宝的，我怕他误伤自己，给了他一把可以吓唬人的。我就是想跟你开个玩笑。严阳玉，姐姐，我的匕首找到了。没想到这把匕首没有保护到你，竟然保护了玉玉。大人，我能要一把很锋利的匕首吗？你要真的匕首做什么？我想锯断富贵锁。银银、猪猪、贝贝，我的房间里到底还要出现多少人啊？你们怎么突然又回来了？我们收到大姐夫的信，说大姐你强装坚强，其实对我们思念成疾，泪流成河。
泣不成声呢。嗯，我可没说这么夸张啊。哎，这一个爹娘生的，母亲就是偏心。哎，给大姐金钗，给宝宝富贵锁，我们三个什么都没有。本来想等你出嫁的时候再给你的，那现在给你吧。现在才给我？我才不要。哎，你不要我要。哎，大姐，大姐夫，二姐三姐五妹，我和大人把富贵锁给取下来了。怎么取下来的？宝宝说都是富贵所害的，钱晶晶被绑架，他要是一直在，将来肯定还会有人冲他而来，倒不如趁早决断。这里面到底有没有经商秘籍啊？怎么会有什么经商秘籍啊？你们一个人有金钗，一个人有富贵锁，这不会是开锁的吧？哎，开了，还真的打开了。富贵锁的秘密居然是……夜来月高悬，至少看流萤满天，海角天涯已与你并肩。若岁月看谁三分留恋，什么过心你眼中